我为什么这么坚强呢？因为我除了坚强，我除了坚持，我除了勇敢，我就什么都没有。如果我现在我这种情况，事情啊已经发生了，我们这边不在一起就不在一起了，对不对？各有各的不好的事情。其实我也知道，可能不爱我，这个我始终，我不是很相信的，但是呢，遇到一个能一起努力，能一起共同可以就是一起工作啊，反正就是遇到一个优秀的，这个哪怕现在没有，我都相信以后会有。只要我这边啊，因为当时我家里面的人也一直那样子，所以我就刚好也可以不用为了就是让家人们这样子去影响到王菲，所以呢，我想的就是，既然我们家也就是这种情况他也知道了他那边既然也是这样子的，我这边反正帮我是帮不到了倒忙的话是能帮得上那些倒忙，一直添乱啊什么的，所以我就觉得原来两个人不适合的话是真的很，你无论再怎么样都只能这个样子，我觉得。所以呢家人们现在的话，我那天不伤心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没，那个是不可能的。我承认我那天，我从走了的时候到车站，我直接不合眼，我直接凌晨我这些我就不说了。为什么当时我什么话也没有，什么也不说，也不联系家人们，也不开直播？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你们会想，我真的很害怕你们会怎么样。因为当时我自己都是从那边坐车到我老家，真的从那边坐车过来，我真的一直在想，然后我是在王菲的楼下，我就想上去，然后又不敢上去。你们不知道我那种心情，真的想去帮忙，想去留最后的那个，但是呢又害怕，真的反反复复想了很久。我就拉着那个行李箱走到那个大门口，又走回去，然后走回去了又走过去，我就反反复复，我就一直想我到底要不要走。然后后面想到我自己的家庭，真的后面想到我跟王菲在一起的种种那些经历，然后想到我的家人是怎么对她的，然后每次她公司有什么困难我都什么忙都帮不上，我就想这些，然后又想到王菲说的很对的一句话，就是我已经找到一个能帮得上我的女人了。这一句话我不确定是不是真的，但是即便这句话不是真的，我也很确定的知道，只要我们做个了结，那总有一天肯定又会遇到一个女孩子，但是这个女孩子无论再怎么差都会比我好，真的。
先把赞赞点一下。你们知道为什么我说话这么费劲吗？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一下子说出来的话，我心里面，我怕你们看不到不好的一面。别打那个字，别打哭了什么的，开心一点，把开心两个字打在公屏上，家人们。为什么我说话每次都是那么费劲，然后说话那么慢？因为我一下子说出来的话，那三个字打一下，家人们。那三个字打一下。总之，直播间家人们，以后你们看到的我都是比以前好的。我不是说我会变好，我只是说我的状态我会很好，我不会让你们担心我。我反反复复，我想了一天一夜我才做的决定，真的。我说话快的话，真的，我说我的不好，你们只会更加的不好。你们听了我的感受，我所谓的委屈我说出来了，你们也只会跟着我难过。我所以说，我说为什么要说出来呢？你们只会更加的不好。我就是觉得我白天一定要很累很累，我晚上就一躺下我就能睡得着了，知道吗？无论是骗我的，我知道你们都说王菲是骗我的，无论是怎么样的，但是我始终相信我这种，怎么说呢，家人们，我们以后觉得不能相处的，我们就不相处了就行了。以后我们就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。我希望王菲以后会越来越好，我只希望她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很好很好，只希望她以后不要再为了一些工作上的事情感到烦恼，更不希望她在感情上再出现不好的情况。又卡了是吧？我总之家人们，怎么动不动就卡呀？不卡了的打个不卡了，我看一下。不卡了的打个不卡了，我看一下。总之我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啊，
我有，哪怕我说我有又能怎么样，既然这么安排，那我们就去接受它，我们要懂得去接受它就行了，而不是唉，怎么说呢，不说这些了嘛，不说这些了，总是，毕竟我们两个都已经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我也真的从来没有，感受到一个男人就是对我这么好吗？真的，我们也是在一起的，然后我们在一起真的很开心，然后我也是教会了我很多，给过了我很多的。曾感受过，想装在借口，想装在借口，你把没有告诉。